们，下午好！你看我到哪里来了？大枣，老甜了，甜的不得了了，怎么卖的猴贵的呀？1斤50块，我的妈的！韩国的这个大枣全是放到大棚里养，大棚哎，确实大哈，它都整成那个防虫网啊什么的，空气啊什么湿度啊调整的特别好。这个摸，啊！快去，快去吧。来了个大狗，吓一跳啊！找狗呢？哎呀妈！呀！爷爷，我